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角哈利，是今年刚考上政大人文创意社会学士学位学程的新生，一头乱发加上额头上显眼的闪电刀疤，长得却这么勾引。不过呢，若你问他疤的由来，他总是要问人家几个问题。哈利，你头上疤怎么来的？你猜啊。第一个是因为我跟别人打架，第二个是胎记，第三个是因为我妈为了保护我丢过世了，留下了这个疤。我猜一。不可能。我很确定。哎、欸啊，我要加入。就是、我猜三。屁呀、啊！是什么？我很确定。我觉得是一。三刀子，这是二，好不好？啊，二，好。那我就公布答案是，哎，要上课了，下次再讲吧，拜拜拜拜，拜拜。四三 ，yes， 我就知道我一定会猜对。哈利心想，这个第一次就猜中的男孩有些不同，于是，在心中暗自下了决定，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这个身材高大、头发微卷的男孩，就是我们的帅气男二荣恩，是校园里凤毛麟角、硕果仅存的正港阳光男孩之一。虽然不晓得为什么哈利会一眼就决定要跟自己当朋友，但基于单纯的脑袋结构，他一下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找来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同学也听过文化杯吧？因为学校规定各个系都要参加，所以才把大家找来。那现在你们就提名一下谁要出来带吧。有没有同学自愿？是我输了，不过只差0.0287秒，我就赢了。那就恭喜我们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利。不瞒大家说，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想参加文化杯了，因为家父以前在念政大的时候，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一流指挥。我相信，虽然他不在了，但我也是可以带领大家创造奇迹的。所以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兄弟，我真的太感动了，我一定听到的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解散喽。那同学。怎么办啊？人都跑光了。不好意思，同学，你愿意来冲文化杯吗？嗯，可以是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你说啊，只要我做得到的都可以。让我当团长，我保准大家都来练唱。